上，沙滩上的脚印渐渐细长，夕阳微笑。梦蝶，恭喜你升职了，以后要多照顾照顾我哦。梦蝶，你跟杜副总很熟吗？抱歉，我有点口渴。神经什么呀？我就是个副组长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同事。白宇，我演技怎么样？不错吧？嗯，还可以。喂，你可是答应我要假装交往糊弄我爸的，能不能有点敬业精神？还是说你真的爱上我了，是不是？梦里啊，梦里，梦里，公主，你听我解释好不好？我跟杜安琪小姐不必解释了。杜小姐帮了本宫，本宫理应感谢。至于你的私事嘛，本宫无权过问。我以为公主早该明白属下的心思，看来是我自作多情了。可你若不说，本宫又怎会知道？公主，你方才说的心思是什么？这个是公主送我的第一件礼物，也是我从北凉带过来的唯一一样东西。你居然一直留到了现在，自从北凉见到公主殿下的第一眼起，白羽心里就再也装不下任何人。可我当时身份卑微，而您身边也早已有了五皇子。可我现在已经不是高贵的三公主了，况且你穿越千年来此寻我，你心我已明了。梦里，你就是你，是我永远的公主。